卖啥的那是？来到了，又来卖托的。嗯。别逗我一身啊、哦！哗一下子整我一脸。这下雨下的塑料布上全是雨。今年秋天的雨也太多。我还以为秋天得再发水了。今年光下雨就不好。啊。晒晒这楼吧。晒晒，把这个地晾晾晾。啊，要不太……啊，现在不冷。不冷，太湿了。地晾一下。就水，晒晒的了。我那人家搁大队晒苞米呢，都没点晒呀，光下雨。尊敬的网友，大家早上好。我们这刚起来，刚吃完饭，然后今天天好。先把这个苞米给它打开，一会儿把这个地晒干之后，然后给它散开晒一晒，要不然这样直接上仓房就容易捂。今年这个秋天雨水特别大。看我们赶集的上来了，大娘你说啥？我说你出来录啊。出来啊。这是沈阳的货，沈阳那边所有。看他卖啥，卖棉服了，棉裤，棉袄，马甲。看我们这天冷了，都已经来卖棉服的了，线儿一线儿裤。大娘你不买点啥？我这不瞅吗，看看吗，有合适的我就买呀，不合适就不买呗。被罩，还有枕头，还卖的还挺全。带绒的是不是里头？它这个是那个双眼的，这是。这不写的2米2米3吗？嗯，这个。你拿楼上用的？都有。2米2米3。一个是在这边的，叫那个网友他们盖了。啊。盖了，我就是不用说，我就再买一个，俺们就给他。啊！你是想把那个，就是你这个平房，给他好好整一整吧？啊，就给他整一整，叫反正就整他。那个他不是说的那个干什么吗？啊，哎，这有点黑，叫我给刷一刷。我说那就啊，你把墙刷了？嗯，刷一刷。啊，把墙刷一刷，重新买点这个被罩也挺好。嗯，我被他投那个投影仪的不两个网友来了吗？啊，他们那个没拿被。啊！我说我那有被，我那不讲打呢，我就很麻烦。对呀、啊，那个新被给他了，我也没拿走。啊，我说你就盖那个就行，整的干干净净的，嗯、还挺好。盖到他那个干啥？过两天下雪的时候，人家过来欣赏雪景呢，还能来你这住？谁知道？他要是有住的他就住，不住拉倒，是不是？嗯。哎呀，我把那个锅炉也都整了。对。锅炉也。锅炉不漏了吧？谁知道啊？这等等看看呗。他这个好像还有点名气。整点浅色的好看。我喜欢是深。这个紫色，紫色行，紫色也好看。这个小色。嗯。其实还要要求一个这样的哈，格格的也行，格格的哈，嗯，这也是，这1.6米的，单人的，单人，你那个炕得要大的，啊，炕有大的，我这也得也有的那个干什么一个单人的，嗯，也有单人，有单人也得买一个单人的给他套上，对，人多就用大的，人少就用小的，哎，对，嗯，反正我就不往回拿了，就搞那去了，对。然后人家一来一走，洗得干干净净就挺好。啊、对，嗯，不，定啥？鞋啊。哦、其实这个色也挺好看。好看，跟你那个被颜色差不多吗？我那个是红被，颜色是那个。套的被罩不是紫色的吗？啊、嗯。嗯。我妈那个也是套的紫色的。是哈。嗯。这个挺好看的。这个是淡颜的。刚刚搁外边跟我大娘唠一会儿嗑，我听我大娘说来年要把那个就是我师傅住那个房改成那个室内卫生间，我说这样就好了。来老多网友朋友来说，唯一就差在这个卫生间上。对，我说现在改了可就那个啥了。人家搁市里住的，对他住上不惯这个旱厕，然后现在要改了的话，来住的话就方便多了。那他那个房子，对，就他那能改。嗯，他那大呀，他那嗯，怎么改都行。对，把苞米楼开行了。行。
园子也大，屋子也大。对，你这样的既能体验这个农家生活，然后上厕所也不是问题了。一出太阳就热了。我这小爬的绳太短了，那个不好用，不好用，还没有我这个好。好了，这苞米这样散开就行了，这样也捂不了了。给它散开晒一晒，再翻一翻。我现在要去前屋去包货，包完货之后还得去上豆山去收豆子。